3032，我是公关列车的那112年。10月29号，彰化火车站，终于搭到彰化火车站，要累死我。14点03分，所排的是5164高雄发车，用海星港七堵的1214站电脑加新市之门就刚好。刚刚那一台是用3012列面组3032的偏斗藤也好，绿色带新能机加列赫。我们终于走到一半了，到彰化了。然后它这一台是进入海线。哦，这边有一台区间快车，还有彰化的区间快，它要回送。下一个停靠站是沙鹿。哦，我的900，拜拜。2015次，南港发车用三星港彰化的900型区间快车。516次在彰化站驶离，好，拜拜。还满满都是人，4点06分了，10月29号。
是3227次哦。后里法则就用三线看我操作的800行不行要全程。其次开往彰化的 AMU500 行权车，看一下，对，我其次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麻烦。